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隐藏在大山里的大别墅，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朋友们，这里就是南京美龄宫，现在看到的是别墅里的卧室，真的非常大，非常的豪华。在90年前，这里已经通了暖气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里还有浴缸马桶，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觉得太豪华了。